一小时新闻外金营今晚的主要新闻详细内容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已经委托关爱基金研究援助 M 人士，估计涉及数以十亿元计。对于多个政党要求预算案就与民共享提出加码，据说会同政党会面听意见。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委托关爱。有关注基层权益的团体赞成以关爱基金帮助有需要人士，包括可以向轮候公屋人士提供恒常租金津贴，普实行细节。到量化生产，工作间会帮手联系供应商和生产商，现在更加同一个众筹平台合作，协助创业者筹集资金。这种工作间在外国并不是一件新鲜事。李明娜报道。七点半新闻报道完，再会。同大家睇天气，受到一股温暖潮湿嘅海洋气流影响，本港今日天气温暖同潮湿。今朝各区嘅最低气温系22度，相对湿度95%。跟住交俾天气先生。预测大致多云同潮湿有雾，听日日间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，气温系介乎22至24度，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气预测。今晚先讲到呢度，晚安。